先正常化一下希腊，时间也差不多到了。目前科研的话，研究一下这个后勤连，给我们的师装上这个喷火坦克支援连。整合好之后没什么好点的，我们研究一下空军好了。啊，点一下空军国策。差不多都灭掉了，然后再去灭一下罗马尼亚，从下面开打。这线又飞到哪去？等英国的部队上来啊，这边只来了英属印度的，来了一个南非的，我们还要等澳大利亚之类的，加拿大的呀。其实这边就是碰瓷啊。很多人想看我碰瓷，那我就碰一下。我一般都是难打，但是这局打的是加强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留太多小弟到后期打比较好，防止被恶心。这个希腊正当化好，我们不着急啊，先打着这个罗马尼亚再说。这边老是逮捕太空啊，我们净化一下这个情报机构。梅尔已经练出来了，点一个步兵专家。罗马尼亚消灭之后，我们来收拾这个希腊。看一下这圈子里面有没有好的一些，加拿大、南非。插一些国家啊，我们再把这个圈放大一点，让他们多上来一些。感觉已经够大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继续研究火炮，待会儿火炮研究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造坦克。这边直接宣战。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应该造这个，先造坦克底盘，然后再改装坦克，但是我比较懒，我喜欢一步到位。这个希腊灭了，意大利就没什么借口来找我麻烦了。这边加一个科研速度，这局科研还是挺慢的。我们改一个啊、哦，广泛人民改过了，改一个陆军进攻吧，然后再来个陆军重组，差不多了。拿的工厂没什么用，也用不着，造点炮吧，找这个葡萄牙买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当化一下这个西班牙。芬兰接受了苏联要求啊，芬兰怂了。这边部队拉过去抢一下港口，不然他们不会自动走，比较尴尬。还是没什么补给的这个位置。差不多得了啊、嗯，再点一个空军吧。其实我不太需要这个油的，这个油快用完了，找这个苏联买就行。点战术空军啊，能给我们加一个禁地。这边的制海也给它关了，不然又从海上运补给。
个西班牙的智能化好，有点打得太慢了，感觉都40年3月，感觉再打慢一点要来不及了。希腊，你赶紧投吧，希腊。就是全躲在科孚岛上不下来，这边怎么又给他拿回来了？尴尬，好烦呀！原来这边还有地的呀！好，终于投了，这边就不管他了，赶紧过来打一下西班牙吧。这边先不着急，拉六个师把这个包围圈里的人收拾掉。然后塞点部队过来。他也不出来，就躲在岛上面。我想一下，还是这边随便打一下吧。这边主力师赶紧过去把这个西班牙也给宣了。这边我们打一下，主要是为了和这个英国的这些小弟造成摩擦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得上谈判桌了。基本上都是有交战的，除了这个澳大利亚他没派部队过来，可能是没有运输船，不过他也有战争分了，可能是拿飞机炸我们的。那他就有战争分了，然后我们这边也不要完全拿下，把飞机放在，部队到齐了之后直接冲吧，宣战一下，然后正当化一下葡萄牙。西班牙加入同盟国，这个都无关紧要。然后把我们的填线师拉过来填一下这边。这个部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填一下瑞士，待会儿再宣一下瑞士。瑞士是一个不错的陆军学院啊，可以给我们刷各种将领。这边我们主要是打一下就行了，没必要给他打死。然后这个部队再拉过去陪这个隆美尔。然后其他部队其实我们可以加点人过来看一下。这边这个部队全加过来，把这边放个口袋，把这个英军全引上岸。这样放的越大越好，这样能多放点英军上来，省得他家里面全是部队。我们把英军部队稀释一下。然后英军还派了一些部队去西班牙帮忙。这边飞机先过来帮忙吧，感觉西班牙挺需要飞机的。这边继续研究军科。正当化好了，葡萄牙直接宣战就行了。我们只要和葡萄牙碰一下就可以了。先去造船吧，然后转换成步兵装备。这个就不用找人买了，就可以找苏联买一下其实。然后下一个国策点空军改革。这边看看有没有和葡萄牙碰上，碰上就可以结束。葡萄牙已经碰上了，那应该算是进战争了。这边可以不用打了，找一些填线师过来填上。我王牌怎么又被击落了？
那怎么会在运补给甲醛近一点？差不多把战线拉长一点，多骗点英国部队上岸就行。看看，怎么都没有什么英国部队？英国这么怂的吗？部队都塞在家里。好，这边师调走吧，准备去登陆英国了。把我们伞兵变一下，全到加莱港口来。一起到这个加莱的机场，这个飞机调过来。关掉。把我们这边的航运给它开通一下。你把这个船开过来，船先开过来。我们找些没用的船过来看一眼，看一眼英军哪个港口没人。这个偷偷的看，这边有人的。哎呦，被逮到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被逮到呢？玻璃爷，快跑！这个不会跑不掉吧？我还是看到了，我们用潜艇看，这个港口都是有人的。哎，怎么自己回去了？哦，已经没船了，那没事儿。港口都有人，那我们只能硬跳了。或者我们把伞兵改强一点也是可以跳的。看一下这边，算了，就直接回港口维修吧。这个港口都是有人。这边部队先填着，英国部队应该都在外面，宣战一下瑞士。